欧美很流行吃一种东西，就是护发的软糖，香香甜甜的，是草莓口味哦。我都把那个护甲的钱都省下来，然后我也把护发的时间都省下来。妈生完小孩会掉发掉的比较严重，我怀孕的时候刚生完，每天都是一整球一整球，很惊人。所以我就发现欧美很流行吃一种东西，就是护发的软糖，它是邦尼软糖，这个是特别针对头发的保养推出的软糖，它是一个可以让头发变健康的维生素软糖，一天吃两颗，你可以补充到一整天头发所需要的养分了，维生素 A、维生素 E、维生素 B 还有维生素 H， 香香甜甜的，是草莓口。好味哦，咖啡，刚刚有吃吗？有啊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，这很好吃。这不就是那个拌的软糖吗？没有，这个护发软糖不一样。其实这多吃不会怎样嘛，因为它是天然的，它就是维生素。其实它的成分就是不止对头发好，它也会对指甲也很好。然后我都没有去护甲，都没有任何什么凹痕啊，我都把那个护甲的钱都省下来，然后我也把护发的时间都省下来了。它有经过 SGS 检验合格，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安心。小朋友也可以吃哦，男生当然更重要。现在都不用烫，因为我都觉得我头发就是很蓬松、很轻盈，这毛甩头发都还是飘逸、很柔顺。